927。大胆妖女，你可知道为什么你会来到这边？我不知道，这里好冷，我想回家。不知道，我来看看。啊，因为你吸毒过量，所以来到了这边。但是我看了一下，这边人满为患。喂，报告是，好。上头指示啊，因为这边人满为患，所以要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重返人间。现在给你两条路，第一条，继续吸毒；第二条，让你远离毒品，重新你的新生活。好，这次你应该知道怎么选了吧？犹豫什么？过来吧，选我就对了。哎，记住啊，你上辈子抽的大麻烟，也有可能会做成卷烟跟大麻油啊。还有啊，那些新兴毒品。五花八门，可以包装成糖果，还有咖啡包啊！千万要记住了啊！再见。新兴毒品猖獗，五花八门的包装，大麻看似无害，却让人记忆力下降。压力大时选择运动或者旅游舒压，随便吸食大麻或者来路不明的咖啡包，伤财伤脑又伤身，而且还要让家人伤心哦。千万不要跟我一样走上冤枉路哦。